他们说 ：“Hello， 我是贝贝。”玩具。你要玩具吗？我们先来看书哦。这是你最喜欢的书，对不对啊？妈咪。这个是熊熊。贝姐。贝姐。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狮子。狮子。那这个呢？熊猫。熊猫，对呀，好棒哦。鳄鱼。鳄鱼，不错。那这个呢？海狮。海狮，好棒哦。大象。大象，对不对？那旁边这个呢？河马。河马，好棒哦。猴子。猴子，这个呢？蜂蜂。蜂蜂是什么？鸟。鸟。对，鸟。这个。鹿，对，鹿跟企鹅。鹿。好，那这个呢？鱼跟什么？蝴蝶。狐狸。狐狸。好，这个呢？小鹿鹿。长颈鹿是什么？阿婆。阿婆。苹果。喵。猫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 ？House 是什么？帽子是不是房子？房子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睡睡。睡睡，对。月亮戴这个，所以他说睡睡。下一页。啊。羊妹妹。羊妹妹，对呀、啊。那旁边这个是什么呢？Auto。Auto 就是车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 keep？ 还是。keep。还是。鸡。还是。还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是 ball 球。球 ball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蜻蜓。蜻蜓，对呀、啊。你最喜欢吃的什么？ banana 是什么？香蕉。然后这个是牛啊，牛。牛的荷兰文怎么说？牛。酷。还有什么？海狮，还要海狮啊！海狮，好啦，完成了，拜拜。